你们就是跟着小女孩，大家一起就往漆黑的楼梯上面走，走着走着走着，时间感觉已经不像是时间了，时间感觉过了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半个小时，没有人知道，你们依旧在行走。哎，那个楼梯是不是走不完呢、啊？走不完呢、欸？去哪里啊？你知道我最不擅长爬楼梯，很喘，你知道？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先撤退啊？我觉得我们往回走走好了，觉得再走下去一直找不到，体力真的会不行啊！你们把手电筒往楼下一照，发现下面已经跟上面一样变成一片漆黑，感觉你走就要被黑暗吞噬一般。怎么办？我不太想走下去，又不想走上去。不然你用滚了下去啊！好了，走上去了，走上去了。上去也都走这么久了，走了，继续一路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大概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半个小时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非常非常非常的累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你们把手电筒往上，你只要看到前方是否有一扇铁门。到顶了吗？铁门，铁门，到顶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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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！一行人走了上去，到了铁门面前，然后之后发现它是一个已经锈到掉屑的铁门。你直接打开来看看好了。你们尝试着推推看铁门，空的打了开来，映入眼帘的看到一整片非常非常平坦的水泥地，周遭有比人就稍微比你们还高个 1.5 倍的高的栅栏，大概250公分左右吧。前方有一处的栅栏破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洞，在那边的破损的栏杆伫立着一个布告栏。前面有个布告栏，布告栏。哎呀，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好了。走啊走走啊！你们一行人准备靠近那个布告栏，一瞬间。夏琳的血量掉了三滴血，夏琳低头一看，发现你的腹部插着一把手术刀。小女孩笑着笑着笑着，空的一声，往楼下跑了下去。你还好吗？夏琳，快，夏琳，为什么？要不就觉得小女孩有问题呀、啊？你还好吗？把那个手术刀先拔出来吧。等一下，不要拔，拔了会有更多血。砰的一声，那个铁门又被撞了开来，出现在铁门面前的。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庞然大物，那只怪物你们似曾相识，对，就是那一只。你们在二楼的时候看到的，像是头被裂开的生物，挡在了你们唯一进入的入口。小女孩在怪物的旁边看着你们，笑着。小女孩就是你，亏我对你这么好。他们现在在门口，我先看看告破了那个布告栏上面写什么。好，先看，怪物冲了过来。等下，怪物冲过来了，怪物发动先攻。那个阿峰，你先撑着，我想办法先投看一下。好，有斧头的人打，斧头给我，斧头给我。是的，他冲了过来，挥了他的手臂，你用你的手臂挡着，当的一声，感觉你的手臂似乎快要断掉一般，你血扣了一滴血。你们快一点啊！我去看一下布告栏，就在你在明峰那个挡着怪物的同时，你看了一下布告栏，上面用红色的颜料写着：下去的话就不再有任何的痛苦及害怕，来吧，我们在等你。一个 smile face。我这边是有个提议，因为大家都已经现在在顶楼了，所以我们刚真的爬很高很高，我觉得这楼层应该是也不少啦。可是对，如果我们待在顶楼不下去的话，不跳这里后面是死路一条，我觉得怪物太可怕了。我怎么觉得少做了什么东西？我也觉得少很多线索哎、欸。好烦啊！你们讨论完了吗？我的手有点痛啊。反正都是死，不然战斗一下，都斧头了。你们快点！好了，不然我们先抵抗看看吧。我跳上狗狗的身上。你跳到了狗狗身上干嘛？往前冲！洗狗。你把绳子放开，看狗狗会怎样？啊，对，好主意。你把狗狗放。没有，现在那个阿明已经跳到狗狗的身上了，狗狗疯狂的甩，往前冲，冲到前面没前面，狗狗疯狂的甩着，欢迎甩，狗狗不要其他人的回合，赶紧接下来，我被甩下来了，怪物冲了过去，他朝阿明咬了下去，好，看我要闪避，哇、阿明，你刚刚因为跌坐在地上的关系，我闪不 了，闪避乘二，闪避乘二而已、20。我叫他来！怪物直接顺手往你的身上把你举了起来，然后撕扯着你的身体。啊！快点！我刚才拿斧头砍他！快砍他！好，狗狗救命！狗狗被放开了，没有反应吗？
狗狗救我！哎、欸，狗狗被放开了。Okay. 现在狗狗尝试着朝小女孩那个地方冲了过去，因为平台非常非常非常大，她现在正在奔跑中。其他人， okay. 快砍他！快砍他！来，这值一个力量。有，我有斧头的。哦、oh. ，你把斧头砍了下去，咔啷的一声，斧头直接往他的腹部砍了进去。扣了14滴血，哇，好痛！哦，怪物血量现在48，快点！有说起来，他有60滴血哦。他大吼一声，把阿明摔到了地上。啊！阿明，快跑！阿明，啊，没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快跑。跟阿明一起推到角落。阿峰，阿峰，你不把小刀给别人用吗？我要给他，可是我小绿，快点！好，我冲过去接住小刀。你接住了小刀，刺下了那个怪物。请做一个力量判定，请帮我塞一个一滴五。哦，你对他造成了4点伤害，怪物的血量剩下44滴血。死啦，小绿！小浩，快拿斧头做的。小浩，快点！战神，战神！小浩，我现在斧头还卡在他手，卡在他身体上，快点！就在这个同时，你们四处张望，发现小哈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小哈嘞、啊？小哈嘞？怪物对小绿发动了攻击。砰的一声，小绿硬生生被撞倒在地上，你的手感觉像是要被他扯断了一般。啊！小绿还好吗？小哈应该从跳下去了。他跳下去了吗？我操！不见了。我可以拿手电筒去打那个怪物吗？请集一个力量。啊！你把手电筒往他身上丢过去，哐啷的一声，他的注意力注意到你，他往你跟阿明的方向冲了过去。不要过来！阿明发挥男子气概，挡住他！狗狗你在哪？狗狗冲过来！狗狗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冲向了小女孩那个地方，只听到一声咚，铁门就关了起来。狗狗硬生生的撞到铁门上面，咚的一声。我拿手电筒敲那个怪物，请帮我做一个力量判定。哦、oh, yeah. ，用力敲了一下怪物，怪物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他怒吼了一声，把你往旁边用力扒了下去，哦、oh. ，对你造成了一点伤害。啊、不行啊！斧头砍他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啊！请帮我做一个力量判定。拜托！你把斧头砍了下去，对他造成了1D25的伤害。咔枪的一声，打中了他的。打中了他的后脊椎，但他的脊椎硬的夸张，他的目光转向了明峰，他的血量现在剩下41。怪物对明峰发动了攻击，可以闪避吗？靠你了，可以，请掷一个闪避给我。那你尝试了闪避，但怪物的速度比你还快，他对你发动了攻击，但你尝试做了闪避，所以他的攻击力减一半，啪的一下，你被他挥倒在地上，你的血量剩下3滴血。小绿。靠你了，斧头硬生生的掉在地上。快点，斧头交给你了。我去捡起了斧头，砍下了怪物。请帮我执行一个力量判定。小绿，小绿，请帮我执一个1D25×2。五，你对他造成了16点伤害，他现在剩下25滴血。我可以拿斧头看看吗？他怒吼着，像是陷入狂暴似一样，在地上疯狂的乱跳。他目光转向了旁边的狗狗，往狗狗的那个地方冲去。狗狗血量10滴血，他的攻击5滴。他的一爪直接抓到了狗的肚子上。狗狗不会咬他吗？流出来，狗狗对他造成了攻击，扣了一滴血。他现在血量24，只咬一滴血。我可以拿斧头砍怪吗？你尝试举起斧头。但是斧头非常非常非常的重，几乎举不太起来。小女孩不能玩斧头。小女孩，你身上不是有一把手术刀？我要捅过去啊！好，我拿手术刀拔起来捅。快点！你拿起了手术刀，拔起了手术刀，鲜血不停的从你的肚子流了出来。你忍着疼痛，朝着怪物那个地方跑了过去。你把刀往他身上刺下，他的背是背对着你，请做一个力量判定。一把刀。往里面一捅，发现以你的力量，刀子根本就陷不进去。怪物发现有人在他背后，他转身过来，一巴掌把你往后一挥，扣了一滴血。应声倒地，手术刀掉到从那个铁栅栏，硬生生的飞到了建筑物的底下。你已经看不见手术刀去哪。手术刀啊，手术刀，剩斧头跟小刀了。阿明，
阿明起来，快点，阿明，阿明斧头还在那边，快捡起来砍他，跑过来砍。用拿斧头吗？冲龙工具拿了斧头，啊，做一个力量判定，砍下去。哇！请帮我做一个力量二五乘以二的判定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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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刀！哇！你的刀子轰的挥下去，把他的头上的就是刚好开口处砍了下去，硬生生的把刀一路砍到了他的胸口的正中间。呀！哇！当你砍到正中间之后，你还继续用身体用力的往下压，咔嚓的一声，硬生生的裂成了两半，倒在了地上。哇！换战神了，换战神了！啊啊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继承了战神的意志。啊！他在地上，我们啊！赶快冲过去抱着狗。大家没事吧？你抱狗，帮狗狗，帮狗狗包扎，帮狗狗包扎。鲜血在地上流成了一片，整个建筑物上面都是不知道是谁的鲜血。啊！大家没事吧？小哈嘞？小哈不见了。啊、小哈嘞、嗯嗯，他不会跳下去了吧？不会跳下去了，那看起来就像陷阱啊！我们向前去看那个洞，那个底下的洞。对，你们爬上了破洞的铁栅栏，往下一看，楼下一片漆黑，像是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一样。哎、欸，我们不确定啊，小哈真的跳下去了吗？啊，可是只有这。可能啊，四处再看看他有没有躲起来啊。我们都把请帮我集一个侦查。你稍微看了看周遭，你没有看见小哈的身影，但是你发现到了在栅栏的旁边有一份破旧的报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看到小哈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报纸、嗯？什么什么？这个报纸是什么、啊？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拿起了报纸、哦，报纸上面写着“叉叉年7月10日”，头版单亲母亲失子。于医院跳楼轻生，1月6日，12岁的叉姓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急行车碾过，送至医院之后3个小时后不治，母亲于死后10分钟后到达，痛哭未见到孩子的最后一面。据医方表示，此后的几天，女子皆于下午3点来到了医院喊她的孩子的名字。经劝说才离开。整只女子于7月10日下午3点的时候，从顶楼一跳而下，头颅朝地，当场不治。啊！跳而下，这个就是小女孩，是她妈妈吗？7月6日，代表小孩已经死了。下午3点，302号房。等一下，娃娃嘞？娃娃现在在小妹妹手上，是不是？在小女孩手上啊？对啊。走，我们赶快去找他。小狗狗还好吗？走，狗应该是还好啦。他虽然对，应该是没事。所以小哈周围还有什么吗？再小哈查一下。小哈不知道去哪啦。我对着楼下大喊，对着那个铁栅下面大喊：“小哈，小哈！”声音像是被黑暗吃掉一般，连回来的声音都没有。